现在是我们全国女性同胞非常的重要的 critical time 关键的时刻，因为目前正是周年庆如火如荼的开跑。那我希望在这个礼拜把这样子的将近100个百分点的获利送给全天下的姐姐妹妹们，周年庆我们冲吧。好，在这边跟各位报一个小料了，有一个 VIP 的会员啊，哦，每次打来的时候，何董啊，我今天要去这个，因为伊妈是直接当牛啦，伊拢叫我何董。我说何董，我今天要去用这个，我想一下，删去购买法哦，因为他说他的五峰真的赚了不少，然后他说他很想试试看，因为他也没试过，就是去这个商店里面购物的时候，一般人是这样嘛，比如说你去商店里面购物的话。哎，这个我要，这个我要，这个我要哦，可能就叫店员打包。他说他想去试试看，这个我不要啊，剩下的帮我包起来哦。这叫做三去的购买法哦，在这边跟你包一个小料了哦，当牛卖熊皮。来，在这个礼拜二的时候，我说狂飙了102个百分点了，五峰获利。出清，这是我全国所有会员的股票，这是我全国会员狂压猛压的股票，真金白银，请各位塞在金库。礼拜二卖掉股票，还跟各位讲我们的彩金啊，我们除了五峰就是彩金了，各位有没有？彩金继续空单，继续狂赚猛赚。叶国一抢清郭台铭两年来的大复仇，昨天是10月25号。我希望在每一个快乐的周末，我说周末，请各位留给自己以及留给家人，我觉得那是很棒的一件事情。那跟家人联络感情的方式当然有很多啦，比如说出国玩也好，比如说出外踏青郊游也好，比如说一起吃一顿丰盛的晚餐也好。我说这所有的花费，请让各位的投资的组合能够来帮你买单，也就是说，言简意赅的说，让各位投资的这些股票的标的能够确实的赚到钱，让各位每一个家庭越来的越快乐。五峰102%，我不晓得各位要去哪里玩或吃什么大餐啊，五峰的102个百分点疯狂买单。全国所有会员周末愉快，讲再多啊，都是假的啦。这一波的行情，你有没有赚到102个百分点？迎接现在如火如荼的周年庆，这才是真的啦。如果在这一波的行情没有赚到，不要说100个百分点啦，各位你连看电视的，你最少都要赚个80-90%吧，一点都不夸张吧。8月20号，8076的五峰，震惊全市场的五峰，请你买在68块大跌的时候，全国会员帮我做见证。10月22号，狂飙102%，从头赚到尾，称霸全国第一名，怀孕全值138块，获利出清，一张不留，全国会员对时对价获利塞金库，102个百分点。各位，我今天不是在跟你阿里山的鼓，我今天不是在跟各位唱山歌啊，我是请全国所有会员，你有没有跟着我从头赚到尾？我今天不是8月20号跟你介绍一天五峰，哇，两个月过后看到五峰涨好多，告诉你狂飙102%，嗯，是吧？老师每天的节目是不是都在跟你讲五峰？在过去的两个月之内，从8月20号到10月22号，各位，我五峰的字卡这么厚厚一叠啦，你要我每天很重复的跟你翻过去每一天我们讲解五峰的历程，就连他跌停板的时候，我还要告诉你股王先修班。五峰的资料这么厚厚一叠，欢迎你做见证，好不好？所以我很强调，请公司啊，请电视台啊，请把我的所有的节目都放在 YouTube 上面也好，放在公司以及电视台的网站也好，就是要让各位有一个很切确的。凭证，这个老师到底实不实在，是不是能够让各位信任？
这是我觉得蛮重要的地方。102个百分点，从头赚到尾，我都不算加码单哦。加码单算上去的话，将近200%哦。要用融资跟你算的话，哇，那更不得了了，300%。我说那个叫做枝微末节的小技巧啦，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的跟各位算现股的涨幅就好，买在大家不知道的地方，量能只有3000张、5000张的时候，随便你要买几张都有几张，加码再买，卖在爆天量20000多张，这102个百分点将近2个月的旅程，我相信各位，包含我全国的会员，包含所有在电视机前面的各位，都是最大的赢家。老师，五峰已经大涨了，还有没有？各位，当你今天看到3494的成员涨停板，这成交量几张？11000多张。8163的达方，太阳能自从茂迪、新日光之后，达方、亿通在昨天纷纷的大涨。这就是老师很强调的，我在过去的这2个月的时间送了各位这3份的资料，我想九龙宝灯发财秘籍不用我再赘述了，在8月29号连续送3天，告诉你9月份太阳能生技会狂飙，五峰会让你赚到发疯，10月份的十全超补发财秘籍，我想我也不再赘述了，一直到上个礼拜的今天，我举办全省的线上巡回演讲会，我告诉各位，我会赠送你最新的标股资料，只有来参加演讲的人才有，我说你都可以在家收看的，莫这么平淡啦，你开30分钟、50分钟来听一下啦，有没有给各位十全超补发财续集？上个礼拜的演讲会嘛，各位你也看到了，你帮我做一下见证，五峰就不用说了啦，102%了，8163达方，3494成员，这个都是最好的铁证啊，我说我每次都会把我之前所送的资料都拿出来让各位做见证，我觉得这是比较负责的方式啊。当你看到昨天太阳能的达方也涨停板，生活烈印的成员，我说这个都叫生活经济，它的列印的 machine 啊，在莱尔富、在全家、全省的便利商店，你都可以看得到。这都是出现在各位日常生活当中的东西啊，包含了，我觉得这个就是生活经济最大最大的一个概念啊，包含5月份2062的乔村水龙头，你还记得吗？9934的成林，一直到现在的成研，我觉得这些都是各位在做投资上面，让你可以感觉其实你跟股票的距离是很近的，其实你在生活周遭你就碰得到这些东西的，而我常常讲有买有卖才会在经营岛，什么是空包蛋？看到五峰大涨了，哇，强势股啊，这个强者恒强啊，有没有？我从底部一路介绍以来，这个就叫空包蛋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请全国会员做见证，那叫空包蛋啊。什么叫义和团？各位，我发觉有一档股票可以为义和团做下最好的注解，宏达电。这几天宏达电上涨，我看到好多人打了鸡血啊，我又买在这边啊，好像买在122，买在123、124，随便。各位，在过去宏达电下跌的过程当中，义和团有没有告诉你，从300多块就是买点，280也是买点，250也是买点，200也是买点，180也是买点，150也是买点，120也是买点。你看，我就说120是买点吧，那就是标准的义和团。反正股票只要一直跌，哎，每天都买了，总有一天买到低点嘛。啊，我觉得那是比较可惜的地方了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面板方面带给各位的获利啊，我说这是面板，我们获利一条龙的状态啊。这是3673的 TPK，
我认为一个负责任的分析师不只要跟各位讲他大赚什么股票，我连赔的股票我都跟各位讲。我说可能也许我比较笨，也许我比较不会做生意啊，但是我觉得做生意是一时的，做人是一辈子的。我赚钱我赚的心安理得，这是今年以来 TPK 我们所有的操作，460买进，630请全国会员做见证，获利出清。4月22号跌下来，8月26号告诉你310买进，9月10号告诉你330获利出清，一张不留。跌下来280告诉你，我认为 TPK 的 on sale 的策略是正确的，280再度买进。跌到10月14号，跌到250的时候，我说很抱歉，过去两年以来我操作 TPK 唯一错的就是这一次，赔了将近10个百分点，非常非常的抱歉。我说这一段是赚的，最后这一趟是赔的，但是我说我会帮各位补回来，有没有？你还记得吗？启基、金宝，有没有带你买进就涨停，涨上来创新高，干掉做肥料，你应该都还记得，有没有？早就帮各位补回来了，有，我说得到，我就做得到。面板当中啊，当初我说，同一时间呢、啊，我说全球智慧型手机的需求的下滑，价格的下滑。跟2012做一个 comparison 的话，你会很清楚的知道，包含了我说中国面板厂8.5代厂来势汹汹，在12个月之内，当初是18个月，现在半年快过去了，12个月之内，当中国的8.5代厂产能全部开出的时候，将是台湾面板的噩梦，有没有？这每一张字卡、啊、你已经看到不想看了吧？6116的彩晶。我想大概现在全市场只有我一个人在讲彩晶的啦，因为我可以把我们彩晶的每一个操作都摊在阳光底下。低档的时候8块多告诉你全力买进，涨上来了14块1告诉你赶快放空，最后一次9月多的时候告诉你关刀123，我说我看到这些融资创新高，其实我是很替你们担心的。我知道很多人都有彩晶，不教而杀谓之虐，不借事成谓之暴。我放空之前，我会先跟各位做预告的。这是过去我们彩晶所有的操作。各位，到昨天10月25号，彩晶再度跌破前低，创下了5个月以来的新低。我们的获利高达了94个百分点，这94个百分点同样的都是每一趟每一趟的操作，实际上面帮各位累积下来的获利啊，我都没有跟你算加码单啊。这次我们彩晶空了4笔，我都没有跟你算加码单呢、啊。恭喜全国所有会员，当你看到现在彩晶的融资创下新高，21万张了，股价创新低。昨天有没有再创新低？12块3有没有告诉各位最后的机会？关刀123获利赚到翻。这一波大盘是大涨700点的，彩晶是大跌的，大跌了将近15个百分点了。我知道全市场有很多人都有彩晶，所以一方面我在讲五峰的同时，我希望你手上一张彩晶都不要有。我就是这么薄的人啦。我讲过了，做人呢一辈子的啦。因为我真的觉得，只有在高点的时候，只有在彩晶14块1的时候，告诉你我获利出清了。5月23号，在7月17号的时候，告诉你我关刀又要出手了，就空在这一天了。这一次又在12块3告诉你，我让你完完整整的避开彩晶这将近5个多月以来的下跌。我认为这样才能确实的帮到各位啊，不然我讲空对我有什么好处？一般人喜欢听多嘛，各位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但是我真的很替拥有这么多拥有彩晶几乎是国民股了，我真的太懂面板这个产业了。你看 TPK 也好，这两年来 TPK 谁带各位赚最多？有买有卖，把每一次的操作摊在阳光底下，这一次的彩晶又赚了94个百分点，你会觉得五峰那100%是偶然的吗？各位，我跟你讲。
这就是每一次、每一次、每一天、每一天不断重复在各位面前播放的事实啊。这都是过去彩金关键点位的操作，有没有？你还记得吧？7月17号早上还先跟你预告，如果有来到14.1块以上，请你记得赶快卖，因为我关刀出手。8月8号第一次空单全数大赚回补。9月中告诉你关刀123获利赚到翻，这句口诀你都背得快烂掉了吧，各位。下半段节目来跟各位分享，跟各位报告的叶国一跟郭台铭的爱恨情仇，在昨天爆出了将近40,000张的量能的时候，后续该怎么样来做操作？先进个广告。我参阮某少年开始做头路，想袂到迄当时的黑手的，即卖已经变国手。吊钩虽然是小生意，嘛袂去让注意到，但是阮的钩啊，摊吊几千万的机械，嘛会保护人的性命佮安全。品质这两字是阮招聘国际市场的功夫。阮也毋是做上大，但是坚持要做上好。政府扶持中间企业，成为国际顶尖。台北人最接近水岸的一次，最国际的景观，最无价的绿地，最优质的团队，最难得的是户户挑高3.6米。台北车站10分钟，买得起的水岸人生，森林上河源，2293-2333。股市中方向不清，混沌不明，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，切入第一手的买点，发掘第一名的潜力标的，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？华冠投顾何副总带您纵横股市，无往不利。速拨致富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致富之门为谁而开？华冠投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，懂得投资的人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。金钱不是凭空而降，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。华冠投顾冠领群雄，带领着真诚、专业、精进的团队，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。相信专业，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股市中方向不清，混沌不明，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，切入第一手的买点？发掘第一名的潜力标的，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。华冠投顾何副总带您纵横股市，无往不利。速拨致富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头痛，请用5分钟。嘴齿痛，请用气痛5分钟。5分钟，紧顾好。爸爸。招牌亲密窗，专利波纹式导快，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招牌亲密窗，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，在家里打鼓也是白用。一般的投资朋友在股市当中遇到阻碍的时候，通常他会问这句话：怎么可能？那我 calling 68块的五峰怎么可能会大涨？14.1块的彩金怎么可能会大跌？一直到现在，你看到了五峰大涨了102个百分点，一直到现在，你看到了彩金创下了新低，你才会知道。原来五峰以后在俄罗斯的赌场获利这么惊人，原来面板股的操作是要买在高本益比，要卖在低本益比。所以我说能够事先来跟各位做预告，请全国会员
来做见证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而能够帮到每一个收看这个节目的投资朋友，是小弟在这边感到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。之前八月底跟各位预告的太阳能生技，各位到现在也看到了，绩效就是最好的证明 ，Action is eloquence， 不再赘述了。矽晶圆电池以及最新的报价都讲得一清二楚。叶国一跟郭台铭的爱恨情仇，在现在。创投界的教父叶国一重出江湖的此时此刻，我说他的重大的投资啊，包含了广达大赚了300-400亿，包含了康师傅，哦，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案例，包含他自己2356的英业达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，还原全值啊。但是他唯一的一项还没大赚的投资，甚至还在套牢的投资，让各位都可以买在比他还低的价位，他叫做3452的易通。我想这一波太阳能从8月29号、8月30号一路大涨以来，我不是在跟各位唱山歌的，我不是在跟各位讲当初我有没有跟你讲太阳能，不是，我是请全国会员做见证的。当初茂迪有没有买在38块？新日光有没有买在22块？大涨大涨了之后，我还告诉你低基期的叫做8163的达方，昨天又涨停。3452的易通也告诉各位了，标股要一档接一档。12:51，你千万不要看到急拉了才去帮人家锁涨停啊！我说，请各位改掉这个坏习惯，我们要买在大家不知道的地方，自然就有人帮我们急拉。17块多，17.9块买进，有没有买在底部？昨天3452的易通盘中还来到了19.15了，当然尾盘做下压的动作，仍然上涨，收在18.4。欢庆周末一路畅通，各位，这是成交量能将近40,000张的股票啊。奇怪，我们买的时候，成交量都蛮小的，哦，老师的小是20,000多张啦，哦，所以我说，真的是开超级大门，走超级大路，才能让各位真的能够赚到大获利。五峰也是这样，彩晶也是这样，现在的易通它还是这样，那种你买不到卖不掉的股票，我不会介绍给你啦。各位，8163的达方昨天成交量能几张？几张？12,000多张啊，能够从小量做到大量，那才是高手啊！你不要每次买的时候都买在大量啊，买完之后就一路跌，一路跌，一路跌，一路跌啊，一路没有成交量，那个就是完全得病，等得病，你怎样吧？在这个周末，由全市场最飙的股票8076的五峰，正式的100个百分点画下了完美的句点。所以老师在这边不只要恭喜全国所有的会员，也要恭喜全国所有的观众好朋友，在现在周年庆如火如荼的开始展开的时候，全国的姐姐妹妹们冲吧，哦，尽量的花吧，都让8076的五峰帮各位来做买单。钻石线上实在赚幸福，真金不怕火炼，实力不怕考验，绩效更不怕各位的检验。仅以五峰这102个百分点献给全国的投资好朋友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。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杀了一个我，还有7,000,000个我。
万个我，你杀了一个我，还有千千万万万个我啊！做好环境清洁，清除积水容器，才能免除登革热的威胁。啊，毁了我的家，就没有千千万万个我了。方向不清，混沌不明，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，切入第一手的买点，发掘第一名的潜力标的，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。华冠投顾何副总带您纵横股市，无往不利。速拨致富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致富之门为谁而开？华冠投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。懂得投资的人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，金钱不是凭空而降，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。华冠投顾冠领群雄，带领着真诚、专业、精进的团队，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。相信专业，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预防溺水有十招，第一招，戏水地点要合法。第二招，不做危险的举动。第三招，湖泊溪流戏水需特别小心。第四招，不落单注意同伴位置。第五招，下水前先暖身。第六招，不可在水中嬉闹。第七招，身体不适不下水。第八招，不要长时间泡在水中。第九招，气候不佳不下水。第十招，加强游泳漂浮技巧。教育部关心您。你应该选择安全的方式。开车不分心，你我都安心。交通部关心您。呼吸，让氧气。